当张大仙看起自己的鬼畜视频，究竟是什么反应？超级弹幕。第一季的节目我们说再见，就到了美食时间，八卦牛蛙八八仙，七八十米八八三，就能够把天一圈，马卡魔鬼训练，还有整个一幕烟，这温暖的直播间，每天都有欢乐不极限，会让社会唱歌，转了天还解释我，偶尔给你回答我，自己跑去打解说，打哎呦好羞耻啊，那个蛋蛋不挖出心机去做的能量的